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海外市场线上探索系列活动，我是你们的小探 Emma。 今天呢，看到我这一身装扮呢，就知道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跟运动有关系了。而且呢，看过上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这里是哪里了吧。没错，这里就是广州无限极广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它的这个健身功能区啦。那大家今天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今天呢可不是坐着看节目啊，我们今天是边动边看节目了。那说到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健身节目，大家脑海里是不是已经开始想起了一首歌呢？加油各位，嗯，有跟着练本草纲目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发送一上来哦。其实呢，我自己呢也有跟着练，因为夏天来了嘛，然后肉都藏不住了。哎，不要看我瘦，其实呢，久坐的话呢，脂肪也一样会找上门来的，就囤积在我们的大腿呀、腹部这些地方，非常的顽固啊。所以我们是相信很多女性啊，跟我都一样是同病相怜。而且我知道呢，你们肯定很多人都去健身房办过卡，或者是打算去健身房办卡的啊。我知道会费贵就不用说啦，而且呢，如果是请教练的话，一节课大几百，真的是非常贵啊。自己没减成呢，钱包就已经先减肥了。那如果说是在家运动呢，又觉得说，哎，好像又坚持不了，效果又没有那么好，而且呢，又担心自己动作不到位啊，就容易拉伤或者是摔倒啊。而且呢，跟着网上的一些健身的那个视频去练呢，有时候也不一定会符合我们各个年龄层的一个需求嘛。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为了让大家帮助大家能够更健康、科学、有效去减脂啊，去做这个健身，我们特地邀请到了一位星级健身教练，他是美国 ACE 认证教练，500强企业签约教练，同时呢，还是国内多档健身节目的特邀嘉宾。ACE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 的中文呢，全称是美国运动委员会，它是通过 NCCA 美国国家认证委员会所认证的国际四大证照之一哦。要请他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还好我们提前了一个月呢去联系到他，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了。平时那么贵那么难请的教练，今天大家免费就可以上到他的课。而且重点是，这节课呢是他为我们海外市场的伙伴呢专门去这个定制的一个课程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特别的嘉宾，我们特别帅气的这个星级健身教练陈宇田先生。Hello， 无限极海外市场朋友你们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无限极广场，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无限极海外市场的朋友们见面。是啊，那我们说到今天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啊，是跟健身有关系嘛？对。其实现在健身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啊，非常的热门了。像去年的时候，我们香港市场的朋友呢，就已经在做一个叫做减脂营的一个活动。还有呢，今年非常有一个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市场和马来西亚市场的朋友呢，他们现在开始在做一个无限极国际减脂大赛啊，听起来非常的让人家兴奋期待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想帮助大家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够通过健康的方式呢，去达到减脂塑形的一个目的。那作为健身人士的话呢，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减脂塑形的呢？宇田，其实我们如果说想通过健身去达到减脂塑形还有增肌的一个目的的话，其实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在我们健身过程中，增肌、减脂还有塑形这三者，它其实是可以同步进行的。但如果说我们想通过健身单纯的减脂的话，其实我是不建议的。因为你单纯的减脂会让自己身体看起来非常的干瘦，这样是一个不健康的体态。如果说我们通过健身，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是让自己的一个身材变好，然后通过身体有曲线美，然后提升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同时提升自己的自信。所以说我们在去通过健身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很多方面的去做一个均衡的一个锻炼，然后去达到提升我们自身魅力和自信的一个目的。那其实呢，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啊。我们要的瘦呢，不是那种就是干瘦，我们是想要那种
叫什么曲线穿衣，对，就穿衣显瘦，脱衣要有肉的那种曲线美。所以就是跟刚才教练说的那个一样，就是我们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要增肌要塑形，达到这个效果。而且其实呢，通过相关的这些研究调查发现呢，其实大部分人去健身，除了说是希望能够获得健康，包括像我们心肺功能的提升以外呢，其实大家还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说可以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呢更加紧致，有曲线美。对对对。所以呢，说到这里，事不宜迟，就让我们的这个雨田教练教一下我们开始动起来，哪些健身的一些动作可以帮助到我们，让我们有曲线美，好不好？OK， 可以。然后 Let's go， 走。哎，那雨田，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能不能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今天会做四个动作，然后前两个动作的话，我们会去搭配做一个锻炼。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深蹲，第二个动作是一个那个跪姿的俯卧撑，第三个动作是一个卷腹，然后第四个动作是一个平板支撑。然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一个深蹲。OK， 然后这时候需要我们先把手伸起来，抬起来，然后我们的手掌重叠，好，然后现在放下，然后这时候我们脚尖向外45度，脚尖哦，对，然后比我们的肩略宽一点点就好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在往下蹲的同时，我们的臀部先启动，臀部先向后启动，然后这时候再去带动我们的膝盖，慢慢往下蹲，然后你整个背部要保持一个非常平直的一个状态。好 ，OK。然后一开始你先做的时候可能会往后倒，所以说这时候你要把手给我们，就可以互相去做一个搀扶。就这样子是吧？对，好，来先吸，先吸口气，吸口气，好，慢慢往下，屁股先动，膝盖慢慢弯曲，弯曲好，身体往前一点点，来起，慢慢呼，呼气，好，就这样，吸气。这时候你的身体可以往前一点点。往前是吧？对，好，来，我现在扶着你的手。但是不是说那个背不能够要直吗？对，这时候你的臀部可以往后。臀部往后。对，好 ，OK， 对，屁股往后。屁股往后，非常好。哦，我知道为什么要搭住这个手了。对，好，就是可以辅助，帮忙扶一下对方，在家里练的时候。来，现在我们再三个吸气。好，起呼。好，你的重心可以放在你的脚后跟，还有脚后跟，然后你的脚趾头抓住地面，抠住地面。好，来吸气。对，好，好，抠住地面，非常好，好多了。走，再两个吸气。我感觉我大腿已经有酸的感觉了。对，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把屁股往前夹紧，对，非常好，夹住我们臀部，吸气，再来一个。呼，非常好，臀部夹紧，走，再来三个，吸气。这个锻炼的是那个臀部还有臀部和腿部。对，吸气。要起来的时候，你的膝盖不要往后压，保持一个弯曲的状态。然后起来的时候，你臀部往前夹，来吸气，走。对，呼，好，下去的时候慢一点点，对，不要急，吸气。呼，起来，臀部夹紧，对，再来一个。呼，非常好，再来一个，吸气。OK。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做一个比较趣味的一个互动。当我们往下蹲的时候，手放下；起来的时候，我们互相去击掌。哦。OK， 来，我们开始吸口气，来吸气。好。来吸气，走。这样子蹲，然后这样子击掌。OK， 走，吸气，走，呼，走，吸气，非常好。对，走，继续。哎，屏幕前的朋友不要偷懒哦，一起跟我们练起来。对，好，起来夹臀拍掌。对，走，吸气。走，其实这个动作也还是跟刚才一样，只是手部对控制好多一个，呼，吸气，呼，再来一个，OK， 再来两个。如果是一个人练怎么办？一个人练拍墙吗？我们就拍手，拍手，对，好，可以，这样子，对，已经有运动的感觉了。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然后我们。热身完之后，我们每个动作做3组，3组，每组做12个，然后每组做完休息1分钟。哦，1分钟， okay. 宝贵的1分钟，喝一下水什么的。对对对，好。OK， 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是一个跪姿的俯卧撑，因为我们做一个全程的俯卧撑的话，可能一开始会有点困难，所以说我们先做一个跪姿的俯卧撑。OK， 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瑜伽垫。然后艾玛，你现在先跪姿在这个瑜伽垫上面。对。然后这时候我们把手，分开一点点。这时候你的手往前放，小拇指刚好放在我们的瑜伽垫的边缘。
对，好，然后现在手固定好了，身体往前，好，这时候膝盖往后一点点，膝盖往后，好，然后脚后跟翘起来，交叉在一起，这样子，对，然后这时候臀部和背部是一条直线，非常好，这是一个预备的一个动作，然后现在我们下去的时候，膝盖控制好，核心收紧，然后你的手肘跟你的一个躯干是45度的夹角，来，现在慢慢往下吸气，推，呼，非常好，继续来走，吸气，这时候我们的臀部、腿部还有背部是一条直线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加入一个，也是一个击掌的动作，好 ，OK， 核心收紧，核心收紧就是把你的腹部绷紧，腹部就是要收腹，对 ，OK， 来走下去，吸气，起，来拍掌。这样子，对，走，继续，哎，好，来击掌，好 ，OK， 来再做4个，好，屏幕前的朋友们，你要加油啊！对，然后我们尽量用胸去贴到我们地面，用胸贴，对，好，再来一个，下去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核心收紧啊，好，起 ，OK， 来最后一个，吸气，起，呼 ，OK， 非常好。OK， 然后现在我们是第三个动作是一个卷腹，然后需要你现在先平躺到瑜伽垫上面。嗯，好。对，这样子是吧？对，好，然后躺下去。OK， 躺下去，非常好。对，好，平躺。然后这时候你的大腿、小腿成90度。对。好。可以。然后现在先把你的手放到我们的大腿上。大腿上。对，大腿上，然后头抬起来。记住你的整个过程中，你的肩膀，不要去碰到我们的瑜伽垫。然后现在手掌贴着你的大腿去摸到你的膝盖，起来呼气，呼，好，吸气往下，对，肩膀不要碰到那个地面，来走10个，起，呼气，呼，下去吸气，起来呼气，呼，非常好，走，起，呼，非常好，走，呼，再5个，走。5，吸气，4，非常好，走。家里一个人练的时候怎么办？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就可以拿东西压住我们自己的腿吗？比如说家里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找一个椅子或什么，然后勾住，然后或者是让拿矿泉水瓶或者比较重物压在我们自己脚踝这里。好 ，OK， 好，可以休息一下。然后记住，在我们整个过程中，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腰部是一直贴紧这瑜伽垫。好 ，OK， 我们再来，看着你的指尖，因为同时也能够锻炼到我们脖子后面的肌肉。这样就是说，我们平常追的话，也可以去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停，非常好，吸气，呼，往上，非常好，再3个，3，非常好，走，2，再来个，1 ，OK， 非常好。第四个动作我们是一个平板支撑，在平板支撑我们基本上是以每一组1分钟，然后现在我会讲解一些动作要领，来 Emma 我们先，好，手肘支撑在瑜伽垫上面，好的 ，OK， 好，这样子是吗？对，好，然后现在撑起来 ，OK，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小臂跟大臂90度，大臂跟躯干是90度，然后双腿合并。臀部夹紧，好，这时候你的臀部、腰部还有你的肩部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然后这时候你的臀部可以稍微往上抬一点点 ，OK， 非常好，你的腰可以高一点点，但是就千万不要塌下去，然后记住你的臀部要夹紧，有时候会这样子，会这样没力，所以说你就往上抬一点点可以，对，往上抬一点点，因为你往下压的时候对你的腰椎的压力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臀部往上。OK， 然后臀部夹紧，你的手肘可以再往前一点点，对，你的小臂跟大臂是成90度，躯干也是成90度。OK， 再坚持10秒，抬高点，对，10，记住腰千万不要塌，9，8，屁股抬高点，7，6，4，3，2，1 ，OK， 休息。屏幕前的观众，你们还好吗？加油，我们要健康的塑形减脂，加油啊！我们今天练了一共4个动作是吧？那分别是什么？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帮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OK， 然后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一个深蹲，然后主要的话是练到我们的一个臀部还有腿部。
然后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是，如果说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我们在蹲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慢，然后我们在蹲的过程中起来和蹲下去的时候膝盖不要内扣，然后在我们呼吸的过程中我们下去是吸气，起来是呼气，因为我们在热身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做太剧烈的一个运动，我们先慢慢来，先让肌肉的一个肌肉先适应一下我们自身的体重，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训练。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跪姿的一个俯卧撑，在整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的一个核心你要时刻处于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记住我们腰一定不要塌，臀部还有腰部背部我们是要保持一条直线，然后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手肘不要张得太开，我们的手部尽量比我们肩略宽一点就好了。 OK，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卷腹，卷腹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我们的腰部一直是贴紧那个瑜伽垫，贴紧瑜伽垫，然后我们的手先放我们大腿上，碰到膝盖就可以了，然后下落的时候慢慢往下吸气，起来是呼气。然后平板支撑的话也是我们注意我们的背部臀部还有腰部是尽量保持在一个直线上，你的臀部可以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你的腰部千万不能塌下去，一塌下去的话我们的一个腰椎受力就会非常大，所以说支撑的时候我们的小臂大臂九十度，大臂跟我们躯干成一个九十度，两个九十度。明白了。虽然呢刚才说是有一些动作会有点难有点累，但是我觉得整体上面来说的话呢，还是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去掌握的，而且呢无论是自己在家练或者是跟家人朋友一起练的，都还是非常有乐趣的，大家可以比拼一下哪个做得更厉害更多啊。对，这样才有竞争。对，然后我们的国际减脂大赛嘛，对不对？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羽田教练呢能够过来教我们这些动作。那我听说的话呢，其实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吃的也很重要是吧？对，因为在我们健身过程中健身跟饮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饮食是健身这个环节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训练前后我们要让自己的一个饮食处于比较均衡比较健康的状态，同时如果说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的话，我们的一个健身的效果会事半功倍。所以说呢健身不仅仅是要动起来，而且呢要会吃，吃得聪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健身这个减脂呢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出现。哎，那如果说到这里的话呢，我相信你健身看你这个身材一定是不仅仅是会练呢，而且应该是非常会吃，有很多的经验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主要是呢是让我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让羽田教练呢来教我们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小经验，然后呢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更好的可以达到1+1=2的健身效果。等一下见，拜拜。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Exploring Channel。 在节目筹备期间呢，我们收集了一些市场伙伴减脂期间呢经常会问到的问题，那下面呢我们会请羽田教练为我们一一去解答。那在解答之前呢，我想请羽田先分享一下你在减脂期间三餐都吃些什么呢？在减脂期间呢，我会那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会相对高一点，比如说早餐的时候我会先吃三个鸡蛋，然后的话一杯牛奶，然后一块鸡胸肉，然后再来一碗燕麦，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主要是来自于鸡胸肉和牛肉，
然后的话，蔬菜在我减脂的一个过程间，我是不去限制的，就是能吃多少蔬菜我就吃多少蔬菜。然后中午化的话，我会以米饭去做一个我碳水的一个主要来源。晚餐的话呢，碳水的我的一个来源是一个土豆啊，番薯，然后的话还有加上一些晚餐我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加喜欢去吃牛肉还有鸡胸肉，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的一个饮食在减脂期间。那看来整一个你的食谱啊，我发现蛋白质和这个纤维还是蛮多的。对对对。然后呢，也会适当补充碳水。碳水化。对。那如果是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的话，那如果他们要减脂了，那他们的饮食又该注意什么呢？在我们比如说在50岁减脂的一个人群的一个在健身过程中，我的建议是，我们饮食第一个是要均衡，我们不能说不摄入碳水，然后的话，不摄入脂肪，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说，在我们针对50+的一个人群健身的饮食建议中，我的一个建议是，首先营养均衡，然后在减脂过程中，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含量、摄入的含量，我们要去做一个适当的增加，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个膳食纤维，这样子。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减脂塑形呢，不是不吃东西啊，而是某些东西我们要少吃，做到互相的这个科学搭配，才能够有效减脂。那有的伙伴会问了，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想知道啊，就是运动后如果我很饿，我可以吃一些什么东西去填一下肚子，但是又不会影响我的健身效果呢？像我的话啊，我比如说健身后很饿，我首先我会第一个选择我是吃一根香蕉，因为香蕉的话它富含的一个很多维生素，同时的碳水的一个含量又相对比较高。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摄入一些吐司、全麦面包，然后的话在我们第一时间能够去缓解我们的一个饥饿的一个感觉。有没有说吃的这个时间的间隔，比如说吃完我马上就补充吃这个香蕉，吃吐司，还是说我要隔个半小时一小时再吃呢？像我们运动健身过后，我们的一个心率会比较高，所以说在我们健身过后，我们的心率尽量是让它恢复到一个90下每分钟、然后我们再去摄入我们的一个碳水化物，就是香蕉吐司这些，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摄入之后可能就会相对胃部来说会比较舒服，如果说我们心跳太快再去摄入的话可能会反胃。对。那你刚才我说到是健身后嘛，对，我就想起来健身前是不是也可以吃点东西呢？还是说让自己感觉有一点饿的感觉再去运动减脂效果会更好呢？不，我们在健身前我们也是需要补充一点能量的，因为我们在健身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说我们在健身之前我们也是需要去适当的补充一些能量，然后的话也可以像健身后我们去吃香蕉吐司，然后的话我们是在健身前的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去吃一根香蕉或者是两片吐司，补充一点能量，让我们在健身过程中不要饿着肚子。那如果是比如说是我比较晚饭后了，比较晚才健身的，那这个时候我健完身我又饿了，那我能吃什么东西？还能吃吗？可以的，因为在我们健身过后我们身体也是处于一个能量比较匮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在健身后的话像你说如果说是在晚饭后，然后晚饭后我的建议是晚饭后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我们再去健身，这样首先我们的一个消化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然后在健身后，因为晚饭健身后健身完已经比较晚，所以说我的建议如果说你晚饭后去健身，然后健完身我建议去摄入一些消化比较慢的一个碳水，就比如说土豆啊、番薯啊，同时搭配一些鸡胸肉，然后去做到一个身体的一个能量还有我们肌纤维的一个修复，这样子。你刚才说的那个慢碳其实是就是快慢的慢，是不是？对。那它跟我们平时说的碳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快碳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种碳水在我们人体胃部吸收消化是比较快，慢碳的话是消化吸收比较慢。比如说像番薯，因为它除了是有含有碳水的含量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多的膳食纤维，所以说它这样消化起来比较慢。哦，对，哎，看来还是要补充一点能量啊，否则饿着肚子的话伤害真的是很大。那减脂期呢，其实是可以吃东西的，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减脂塑形呢可不是饿出来的。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伙伴问的呢也特别的多，第一个我们来听一下，看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减脂一段期间了为什么还是不见效呢？首先如果说你有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习惯，保持运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时候我们再去运动的话，我们的一个体重还有一个身体的新陈代谢都会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如果说你是很久没有运动，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开始运动，可能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星期或两到三个星期你的一个体重可能不会减，反而会上升，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身体消耗变大，我们的一个身体的吸收率也会增加。但是如果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没有去搭配一个健康的饮食，然后你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消耗又变大，所以说你如果在保持原来的一个饮食习惯的话，我们的一个身体的吸收率它就会增加，这时候我们的体重也会上涨。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生活饮食习惯一定要跟上。看来这个是要全方位都一起才能够有效果啊。对，而且要坚持。那所以说啊，大家减脂塑形期间真的不要心急求这个结果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问一下，减脂后如何才能够不反弹呢？就是我们说的不复胖。其实我们的一个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保持运动，就是我们做一些肌肉锻炼，有氧无氧去结合，同时的话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还有一些营养素的一些摄入，还有补充一些我们的营养补充剂。毕竟是平时的这个饮食也很难是全面覆盖到我们每天人体所需的这个营养元素嘛，所以就是说不仅是减脂塑形的人了，就算是普通平时没有健身的人也是需要补充保健品的，只是说呢健身的朋友他呢可能需要侧重的这个要补充的东西可能侧重点不太一样，对吧？对对对，因为在健身期间呢我们是需要去摄入更多的一个纤维和蛋白，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力量训练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肌纤维会去做一个撕裂，然后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才能够去修复这些肌纤维。所以的如果说我们平常在食物中这些元素摄入不够的话，我们可以额外去摄入一些保健品来补充这些元素。但是有很多人反馈说啊，吃太多的那个纤维啊会发生便秘的情况，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因为运动本身它就可以去帮助我们肠胃的一个蠕动，所以说我们在只要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多喝水，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需要去多摄入一些水分的一些摄取，然后多吃一些纤维素是不会便秘。那刚才说到肠胃这一块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呢有我们的这个益生菌也可以去补充啊，像我们的这个醒美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菌株呢不仅可以帮助加快我们的肠道蠕动，还可以针对腰腹脂肪代谢，配合腰腹部的健身动作呢，小蛮腰就指日可待啦。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建议补充摄入的呢？我建议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补充一些钙元素，因为虽然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密度，但是是没有办法增强我们体内的一个钙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钙物质也是在流失的。所以说我们运动健身也需要强健的一个骨骼支撑，所以适当的补钙养护我们的一些关节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运动人士。哇，真是非常感谢雨田教练今天的解答和分享啊！所谓好身材动起来，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搭配饮食和营养补充剂呢，吃对了就能够一加一大于二，吃不对了就真的是全白费了。是的是的，所以说无论是健身还是我们的一个健康饮食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坚持，
然后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然后这样我们才能去养成一个不易胖的一个体质。嗯，是啊，凡事都贵在坚持嘛。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送上鲜花，感谢雨田教练做客我们节目。那另外呢，今天节目主要是针对全身的一个减脂，但我知道呢，有很多朋友还希望可以针对身体的一些局部的部位进行瘦身塑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腰腹臀啊，还有手臂啊、背部等等。那所以节目结束后呢，我们将会发布系列的打卡短视频，雨田教练呢会继续陪着我们，教我们更多的针对性的健身动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